A 拔下线提上线，万能选择。期待一下，看看狮子上来之后的第一分能不能拿到。是的，这第一分就我们个人而言啊，都觉得应该是必拿的。是啊，这一手相当于拿了一个选图权啊。对，而且这个选图权上你练了很久的选图权啊，绝对的王图啊。对，这开局起步确实也快啊。嗯，但是逆心这边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，逆心是真的能研究新东西的选手。这个弯飘的稍微有点肥，速度拉满再做后追。看一下前边又是二连飘了。刚才在 RV 里边的狮子其实第二圈是因为受到了很多的影响，很多干扰，是，所以最后懵了。之前狮子这张图第一圈45秒钟非常快，现在的话呢也差不多，慢了0.1几，看吧。那这张图的记录是不好破的。机甲吧，对呀、啊，尔斯哥的。但是六耳那是 RWK 的人啊，哇，先隔空交手是吗？你说这个其实应该给狮子哥安排一波机甲的，这已经开始隔空交手上了。那对于狮子来说，这一分拿下局面也不够关系。对，一分一分拿吧。因为现在其实跟对逆心这是最极限的断空秒的跑法。哦，狮子这一把29秒80，对逆心跟的不错啊。对，逆心第二圈追得很猛了，状态很好的，44.0，第二圈相当于追上了0.4，算很快，很猛了。其实第二圈跑得真不错了，而且竞技状态很好的话呢，其实你一会儿就给到他选图，哎呦，但给到他选图就相当于追平了。对呀，尽量别给到。逆心不想要，是啊，那对于狮子来说想给地图池能不能达到那样的深度，就是真的上来先连追三分打到4-4，然后再说。有张图不知该讲不该讲，什么零号试验场啊，我想到的也是这张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啊，这张图 AG 在二但是这张图的极限成绩目前来看逆心还要比庄哥要快一点。因为这张图其实就包括在总决赛上东方选手打逆心，是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这都是逆心快，他在实战里边这几次比赛呢没怎么赢。看一下这一次吧，起步逆心要稍微快一点，但是狮子能够顶住内线，是挡到了，没错。下一个弯道逆心为了集气只能再接一手双杀弹射，三气延续没什么问题，狮子硬拐过来路线还可以，没错，这里没有碰到底之后确实是贴不着啊。是，那这个 ECU 释放狮子更加完美一些，这里两个人也都没有脱漂，能够做成延续。是，这甩尾逆心要更为极限一些，就每个，这里直接甩过来，但是还是没碰着。以四分路线，其实逆心这边真的拉得不错。对，就是想，这个断空漂真是把极限拉满了，但是没有拉近。对，这就是问题。落地慢了。在后面做的其实一直很好，但是距离一直没怎么变化。是，第一圈41秒72，这是大家在最近在熔岩时间经常看到的一个成绩。再硬拐过来。断空飘，哎呦，这么装，哦，又厉害呀！这真的是什么车都能让你装起来啊！金牛的速度不快的，它 DWW 速度没有那么快的，所以它走那些断空飘，用机甲的跑法，用路线弥补速度。看一下最后一个断空飘点，我觉得这样应该也没问题吧？嗯，这一把1分21秒20，差了，没差。快了0.01，重回车间主任的位置。他好装啊，21秒20。原本以为他差了0.01，但实则他快了0.01。在装这一块啊，
一天没谁了，对，没谁了，对，21秒21被打破，21秒20，我就破你0.01，哎，下次有本事再破回来呀。对呀、啊，尤其起步啊，哎，这女娲她是小喷属性方面的加持，嗯，起步是什么？起步就是起步喷，对，所以还是女娲的优势要更大一点，而且女娲她更直接，对呀、啊。血女王的话呢，还是每秒给你20%？看吧，女娲直接起步，侧身，就这个动力方面、速度方面，哟，还卡到逆心了。逆心自己小票没喷，先开一修还是不交？这就直接拉距离，先把距离拉开以后给逆心心理压力。哎，但逆心领跑慌不是他自己的事吗？啊，一点不慌。嗯，但是逆心。如果要是跟住的话，跟住的话，他这个 ECU 会有一定收获的，对，那收益要更好一些。那这一个点，哎，要直接反超了 ，ECU 失误了呀。对 ，AG 狮子这剩的一个 ECU， 啊，好好好，陆先生也歪了，这每周效果现在来看的话，其实不好。没错，对逆心来说，手里面还握着一个 ECU， 没错，这一把每周得稳着来。这个 ECU 过筋道是他自己独特的一个过筋道的方法，还记得之前把一名选手直接撞了出去，谁来着？红方啊！哎呀，非得提名啊！啊，我忘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下场还得比赛呢，搞心态这不是？看这一把拿到了，这个成绩来说的话也非常快，1分11秒65，恭喜逆心。5-3，及时止住颓势啊，不容易。这5-3和4-4概念完全不一样，非常关键了。对，呀，于海笑了，很开心。还是不同的赛车吗？创世打迈凯伦，逆心创世狮子迈凯伦。这一分如果逆心再拿下的话，赛点了。是，创世神相较于迈凯伦来说，在这张图上小优势但不大。嗯，后期嘛，而且前面快，后期稳，对，就是前边的话，迈凯伦确实也不慢。对，就是这两边优势全在前期，但是后期的话，创世神这边会更明显一点。如果在之前的版本当中，可能创世神在前期也未必有迈凯伦快，但是有了血女王的加入，就弥补了这个机械的短板。室内两个人都没有出现太大的瑕疵。是的，先跟啊，对逆心来说先跟住。是，前面转过来，对，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创世神的后追阶段了。对，都已经35秒了，可以了。这次前面细节拉满了呀。对，哎，这边弹射没出，但是好在没有出现更离谱的操作失误。这边一个 ECU 追不上啊，但是前边来到手撕台的话，看一下狮子这边先行飞跃落地，哎呦，可撞了到了。对，但是这边没有落地影响啊。没错，还是1分07秒01，逆心主动撞狮子，然后结果逆心车身直接被狮子横向撞出去了。其实对狮子我觉得应该是有影响的，因为我们从逆心的视角里面看到狮子它是跳起来的。对，但是说明狮子在下去的一瞬间它也给自己留了一定的余地。是，就是它肯定不是说最完美的飞跃了，嗯，但是比之逆心这边已经完全复位回来，它相当于那点影响就没有什么了。哇、哦，这难呀！这后面能够看到创世神依靠着自己的小喷失常，能够逼近迈凯伦，嗯，但是最后就硬生没追上。那这一把再看狮子时间，1分07秒01，在 solo 难追，你说可能性的。哈迪斯打冰魄，那这样的话狮子是可以追平，追平之后是5-5。对，逆心的这手冰魄除非是在最后一张图，不然的话前边用抢赛点，但是也不稳，不稳。看看如果说打平了之后逆心直接反手打冰魄，确实是可以扳成6。是啊，对，
我有起步狮子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，但是这时候 WCWW 可以瞬间的去补距离。说实话这张图选的我不觉得好啊，但能赢对于现在狮子来说是最关键的。对，但是这一个赢其实也算是逆心这个选车给喂到嘴边了。对呀、啊、这张图 RMGM 的王图狮子歪了。对，但是无关紧要。对，这张图冰魄真输不了，至少相对于哈迪斯来说。对，一个快点36和快点34实战中当中成绩差异接近2秒的赛道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了。这边的跑法就很流氓。哎，我突然在想，如果说一会儿逆心有一张图阳光王城，阳光王城怎么说，阳光王城是可以直接骑机甲的。对，你狮子敢不敢拿机甲？因为现在就是你又是有哈迪斯，这次这个跑法还不大一样节奏，但是整体的差异应该不大。路线拉回来了。对，后边就没有超时点了。没错，点飘再点飘，侧身还是个34，那这边还是个36，就是我说的嘛，两辆车的比较快的实战时间2秒。逆袭首次选图终于是扳平了，对狮子来说现在已经是单圈啊。虽然说冰魄确实优势极大啊，但是别出失误。其实有一张图冰魄的成绩可以直逼机甲的圣亚，但是这张图虽然也是逆心的王图，只不过说这张图意外性太大。对，难。那起步，逆心起步慢了很多，是，但可以依靠跑法优势在这里瞬间实现反超。 ECU 再拉开。对，那基本上自己不出现失误的情况下是没法追的了。小失误也没有关系。对，因为这张图冰魄的容错率很高的。没什么问题，再弹。是，操作其实能看得出来流畅起来了。是，其实挺喜欢逆心的这个跑车风格的啊。哦，自由。对，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这个词，自由。这开单去的节奏很早。这里连上的没关系，还小磕了一下。是，路线上恭喜逆心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。但是对于他来说现在也不敢松一口气啊。对，两局之内定胜负，下一局但对于他来说两次机会。对，第一个是下一局的机会，第二选图的机会。对，狮子下一手选图，他不能打任何一个有机甲可能性的图。对，看逆心怎么想。这张图可是 RNGM 的王图啊，团队王图。嗯，如果能够保持自信的话，这一局有可能直接拿下。按起步，然后起步对于两辆开车者来说要发生一个卡位。哦，逆心的气受到了影响，但是狮子这边速度也不是特别快。对，哎呀，现在的话依然有卡位的机会。是的，这个单节有点早。嗯，距离有一点被拉开。是，哎呦，
这个失误有点大，而且又开了个氮气，这应该属于操作失误了吧？对，这里能延上吗？看能不能跳起来，可以延。第二个可以，可以，对，可以。离圈42秒01，对，后面逆心的话也是顺利延过来了。对，这张图踩者顶跑来说的话就很舒适了。下一张图双击甲了呀，如果是能够十字稳到底的话，是双击甲反压有没有可能？反压有点冒险。哎，狮子这最后一个难点断空飘，哎，没有问题，这边又跳起来了。对，跳起来以后后面的弹线延续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可以，恭喜 AG 狮子，真是打满了，是21秒59，是非常逼近记录的一个成绩，而且将比赛来到了自己的首个赛点。说实话，在1-4落后的情况下，现在追成6-6平，已然让我们很厉害了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。对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对。全在下一张图的选图和用车了，用车不用说了，机甲了，包机甲的。对，哪怕西部我觉得也可以用机甲 solo 嘛，用个雀跃女王弥补一下起步的短板。对，后面完全靠自己内心的路子，甚至最难的图正压反压正反压。对对对，什么像恋恋千阳什么这种，然后你说决战雪山之巅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不可能。我刚才狮子对呀，怪对吧，这种新土也不可能。烈焰信仰我觉得现在其实算是一个选项吧，看会是什么。炎光王城，你刚才提了一嘴，我提过，对，但是我还真就在今天的比赛里边突然想起来这张图了，随口一提。对，冲刺 ECO 没带错，没问题。其实大家也不是靠专业性去解说的，靠直觉，灵光就这么一闪，可能刻到骨子里面，刻在脑海深处的专业才是真的专业吧。哎呀，太会了，看一下吧，一张图定胜负。双机甲的阳光王城，这张图考验的是弹射手感，但起步呢也比较考验对抗。逆心向左卡位成功以后拿到了领先优势，但是这里狮子直接跳起来，速度要比逆心更快，侧身这是非常保守的一个跑法。你狮子一直点的有点晚，这一边其实感觉前期操作是有一点点僵硬的，但是没弹出来，而逆心手里面还少一个氮气，连续卡气以后已经将狮子让了过去。没错，两个人的话其实心态都会受到一点点波动。没错，再来弹射点，逆圈的后半段其实需要去稳定一下手感，保证第二圈不出现失误。是，狮子这边路线没有问题，提前下来以后逆心弹了一下，太贴了吧，这个贴的有点不抵制，但 CWW 还是出来了，看狮子会不会掉下去。没有，非常完美的一个路线，只不过说对于逆心来说现在落后的距离有一点大。狮子44秒38通过第一圈，对于逆心来说这个成绩相差有接近于1秒，这一秒只要狮子不给机会的话他没得追呀。没错，看一下现在狮子的话相当于就是在跑一个单机，稳定性到底能翻不翻住。 CW 单喷，这里会迅速的被拉近距离，来去用狮子丢给了一个空飘，已经完成反超了。实现反超以后下一个弹射点，狮子再去卡位，再把逆心顶开六弹多。没错，不过后面还有一个弹射点，这一个弹射点会不会有选手出问题？逆心再一次上墙啊！接下来的这一个路段对于狮子来说，只要如果没有掉枪，逆心这边已经很极限了。恭喜 AG， 恭喜狮子，他创造了奇迹，创造了一个可能。谁说落后不能翻盘？在大家都在猜测到底今天是以1-2还是0-2的分数结束到比赛的时候。AG 的狮子和阿康两名选手在最后的2v2抢七模式中再一次战胜了 RNG。 这个赛制它是缔造英雄的赛制，只要你愿意去相信，你就会成为那一个可能。恭喜 AG 2-1战胜 RNG， 锁定了自己进入到下一阶段淘汰赛的席位。
成为了今年年度总决赛的年度四强，这是他们跨出这一届年度决赛的第一步，将所有的悬念，将所有的可能全部扼杀，最终的真相，最终的结果只剩一个，那就是 AG 能够成为我们的年度四强之一。不禁感慨阿达佩好惨啊。哎呀，你突然想起他们来了，这你想想 AJ 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这样汹涌澎湃的，甚至说就是连一个正经八本的道别都没有。其实我有一个遗憾，我应该采访玄奘。哎，别哭啊，但确实对于 RWK 来说，但其实他们今天已经尽力了，对吧？我们再去说前几天的比赛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他每一场比赛都尽力了，这年度在类瑞士轮的这样的比拼当中，每一场比赛他都是势均力敌的，每一场比赛他都是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去认真对待的。你说哪一分最可惜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对战到一。